金碗盖，这是深圳的金碗盖吧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稍微高一点点。去年买的锅和今年的质量不一样，你去年肯定是买的厚款，今年这个是薄款，是不是啊？你把这个薄款用会了，蛮好用，好，挺好，焖一下。兄弟们，这个鱼不能着急啊，要焖一下，你们懂的啦。不懂是吧？不懂我教你们啊。哎，这个网啊下去的是圆的，它要边收边抓，边收边抓，把那泥巴里面的鱼把它请出来。这个明白了吧？嗯，啊，明白就行啊。哎，看看这一网有没有鱼啊，锅锅。锅把是木头的，铁把全铁把的烫手啊，是不是啊？尤其夏天的时候，那烫的要死。啊，木头的哈。对。哎。这一网啊，哥哥。嗯。哎。哎，大鱼啊，看到没有？有大货。大货啊。网都撑开了。大货啊。啊。大货啊。啊。大货要到船上撒，不到船上撒不到，要到船上撒大货。看这一网啊。嗯，只卖锅不卖鱼咋整？何姐有好鱼的时候就给你弄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呐，何姐。啊，我搞到了就给你搞了。比如说甲鱼，二号链接有，是不是啊？哎。看看这一网啊。啊，去年买的锅还可以用吗？肯定可以用啊。叫分姐。就一句话啊，用一礼拜不满意能退，下单有运费险。一号链接，想用传统老式铁锅炒传统家常菜系，铁锅为标配，好吧？嗯。店铺评分4.99，有空可以瞄一下。是的，锅的话都不说，反正不会用我可以教你，找客服要使用视频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可以。嗯，青鱼啊，你怎么知道是青鱼嘞？哎，还不小嘞。不小啊。还真不小嘞。起码10斤以上。嗯。啊。还真不小嘞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不摸皮啊。嗯。看时间啊。嗯。不摸皮啊。不摸皮啊，看着啊，嗯，来，就这一个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撑开了，这网是撑开的，是个螺丝器，是吧？哇，是青鱼吗？是青鱼，是青鱼。快点，快点，没时间了，快点。来吧，来吧，青鱼。没跑完，哎，真的是青鱼哎，哇！看着脑袋，看着脑袋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处近一点看脑袋，太漂亮了，这鱼牛逼啊！哇，哎呀，细长细长，看到没有？嗯，杀伤力强，哇塞！